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许。那这边为大家介绍这个圣斗士星矢合作的第一个双周副本，也就是天鹰座魔灵。那它会在下礼拜一的时候跟改版一起登场哈。那这张卡其实我觉得蛮值得刷的啊。首先它是圣斗士星矢的卡片嘛，所以它放在圣斗士星矢的队伍里面也会有一个三维的加成。好，那另外呢，它就是星矢变身哦，它一样它的直航哈，魔灵的直航也会掉一排水珠下来，所以也是蛮值得练的。另外它跟星矢因为漫画里面也是有关系齁，所以它跟星矢有一个，这也不算组合技齁，只是它开技能的时候呢，这个星矢跟黄金射手做星矢齁，不管是变身前变身后都可以齁，都会以自身 30% 的攻击追打随处性攻击10次。不管是像这种巴哈姆特齁只能限水攻击，或者是像连击盾齁 ,20 连击盾 ,30 连击盾，或者像时风王这个40连击盾这种的齁，你看光开这张卡哦，那头尾星矢加魔灵哦，你不用放复制人，头尾星矢加魔灵就各追打，加起来就追打30次了，算很，以一张免费卡来说，他能做到的事情真的很多，所以非常建议大家刷这张卡哦。那复制人的话不知道可不可以哦，如果说整队放个星矢，不知道要不要追打超多次这样子哦，这个可能出来之后才知道，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至少保底哦，双星矢队的话至少追打30次，那再加上队员的原本的伤害哦，总共打起来36次，哇，这个我觉得CP 值非常高的一张卡，我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刷一张。然后啊，就是这样子哦，喜欢影片的话记得订阅右下角按个喜欢，或者有什么想法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